我叫王思梅，今年60岁了。我王小霞，今年58岁了。我叫王玉莲，今年75了。叫个朱飘啦，今年65了。我没钱，做点人主管的还爱做，越做越有劲。我主管了这，你还省得很，这就是两岁之前还在玩两岁岁，还想越做越有劲，也好像是哈气子，还在培养岁岁。支持了这人家还支持，还支持好的支的，靠什么的？啊，有点这生意养活，我说主管了，主管了好支。你看呀，这头发生意好看，干得好。来嘛，过去穷的很嘛，没少擦纸，还我黑块块、白块块给娃叫棉裤、叫棉袄。我出去我娃都擦不净服，把大的也给水滴可多，擦了还要做抹。把那个抹成杯子，吹成裤子，做成海嘛。那是海底的事，海底的再慢慢看拉拉好以后，可做些花衬衫。今年还要劳动呢，你还要劳动回来才加班支付你，你还当光皮现在一个做着物支付，你那时间。才对一个一天三上都。你半夜拉架子车，蒸油饼，没少吃，挣年来片片面。这些个一天上午班，有时回来晚上加班值40步，烦死值40步，下雨加班支付你，平时没有时间支付，就是。现在好的多了，俺做些还有这些在年的门头了，小娃还花还结么一大筷子。颈部啊，我一个人根本就帮不。颈部这怎么得四个人？最少得四个。到蛋壳了吗？壳。见过要给娃教织布吗？现在娃家都看不上布，嫌啰嗦麻烦的。你不织布的，给你教看你学啊？你才不说！哇塞，这么多！过来过来，来把这个也这么厚一大卷，好大呀！哇，圆圆的真好。